大家好，我是建胜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九本的破绽啊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阵型呢，是在九本来说还算是偶尔会见到的一个阵型，不会到太常见，但是大致上你应该会遇过。那之前也有分享过两次同样的阵型，不过这次呢是另外一种打法，那要给大家看看。那来看一下，我们这次对到的部落呢是一个十一级的部落，比数还蛮悬殊的啊，60-56，差四颗星。我们是满星，那对手打我们呢有洞洞，所以他们不可能会赢。那其实对手还算可以的，他们九本都是有打出三星，只是因为我们的前面呢是有小多多跟银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十一本要三星对方一二号是还蛮容易的。那对方的十就是一二号要三星我们的一二号比较难呐、啊，因为毕竟科技碾压嘛啊，抱歉啊，我们的对手呵呵。不过他们也是 OK 啦，九本都是有补满的，没有动。好，那今天现在的部落呢，已经达到20连胜了，20连胜，莫名其妙就20连胜了。你看塞一个小多多，哇，就20连胜，小多多太强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来看，要给大家看的是无风起浪打对方四号的这个影片哦，很厉害。现在看一下对方的阵型，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阵。这个阵呢，有印象的话，健身之前有分享过，然后在健身之前的粉丝页呢，也有人问我这个阵型要怎么打。那我之前的打法呢，来先把对方的阵型拆成五个框啦，这是一，这是二，然后三四五。好，那健身之前的打法呢，五这边我是下大概5只还6只的飞龙宝宝去清，因为他右边这边唯一能对抗就是剑塔还有女王。法师塔的话不用理他，法师塔打空军超痒的，除非是球啦，但打飞龙宝宝很痒，所以这边右半部分这一块呢，我是用飞龙宝宝大概照5-6只去清。那你这边要用飞龙宝宝去清的话，唯一的问题是要小心对方很贱，他可能放了4个黑色陷阱，想要去炸你的飞龙或是飞龙宝宝，这边是需要去注意到的。但是通常不会放，因为至少我还没遇过放在3点位置这边是有放那个黑色陷阱的。空中陷阱可能会有，就是红色，但是黑色的那个还是没遇过，因为大致上都会集中在左半部分，然后可能只会放这边，只能放一个啦，不会全部都放，因为九本是有4个，大概只会放一个而已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摆这种阵型，你想要坑对手的话呢，你是可以试试看把4个黑色陷阱放在这边看看。那通常是不会有人这样放啦，不过你可以试试看。那因为不会有人这样放的关系呢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放大量的空军去清掉右半部分。那虽然说对方女王20级还蛮高的，不低，不过你大概只要造6只吧，就可以把这边给碾掉了，60人口就碾掉，对，没有问题。那剩下的这边呢，因为是对称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用天女啊，或是配上女武神，这种阵不用用到蓝胖，然后蓝胖很浪费哦。不需要，所以你可以用女武神啊，配上几只眼珠，其实就可以打出漂亮的三星。那对方虽然是对称阵，不过九本炸弹塔只有一个，所以他炸弹塔是在上方的位置。如果你今天要玩天女的话呢，是可以从12点的地方打进来，毕竟炸弹塔嘛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无风起浪他怎么打，他打法跟剑圣打法是不一样的，他比较花式，他是用了天女加上3只女巫，然后10只女武神。那野猪只有2只，对方这个阵有个小小的缺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连路旁边啊这边是有一个小的洞，所以对方引援军是很好引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今天对方的阵呢是摆出没有漏洞的话，那你今天要引的话也是用天女，然后带一只猪，或是用天女自己踩进去就可以引出来，所以引援军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，不废话啦。好，选择是从3点的地方用天女去清。如果你今天打算只用天女呢，你是可以直接从3点的地方去清啊，这是 OK 的。如果你没有要照我刚才讲的带飞龙宝宝的话，是可以直接在3点的地方放天女去打，然后剩下的主部队呢再从上面或下面去清就 OK 了。对方援军是龙跟飞龙宝宝啊，下双毒，我觉得下单毒就够了，因为下双毒你进去之后要吃女王的伤害，你可能需要压到技能。那如果你有毒药的话呢，可能不用压，可能啦。好，这边炸弹炸开。那等一下下面这边呢，他对方这个摆的没有到很好，他这边有下苍蝇可以清边，摆的位置不够好。
然后自己的网也放进来去清，然后大家就慢慢看。那这几天呢，官方有陆续在分享那个更新的影片啊，第一天、第二天就是出航影片啊。那虽然影片还蛮有趣的，因为第一天是野蛮人冲进海里，我那个太好笑了，不会完全不会溺死嘛，那个野蛮人。然后第二天的话，第二天都是文字啊，就是在海上面漂。不过我觉得下面的留言，有些真的留言超爆笑，像第一天的留言呢，有人讲说隔天然后野猪就被吃了，哇，是怎样？饥荒是吗？吃野猪啊，这个也太不知道为什么就戳到我的点啊，太好笑了。然后第二天也是哦，就是有人都会在下面留言一些超爆笑的、很可爱的一些留言哦，真的是太逗乐我了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下面的留言，真的很多有才的人。然后可以看到他法术啊、补血那些也都放出来了。不过他无风起浪援军是要蓝胖啦，我觉得蓝胖有点浪费，对方阵型没有到太密集。我觉得援军改带女武神或是带野猪效果会更好。那无风起浪他并没有带跳跳，这种阵比较大，不需要用到跳跳。当然啦，你要用也是可以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不用。用的话有点太浪费，然后你如果真的要带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，就看你个人想要怎么带。好，整体上打的我觉得算是没有问题的啦，因为毕竟偏花式的打法，我带三只女巫，然后三星180，哦，就是这个五峰奇样打的，这个阵九本是。会遇到的哦，大家自己要参考一下。好了，那这部影片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较花式的打法，也没有到多花式啊，就额外差三只36人口的女巫。那也庆祝一下剑圣部落20连胜，呵呵，20连胜呢，嘿嘿。好了，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